上给他，快跑！跑！干你你啊！我原本就那么紧张吗？废话！妈的！妈，音量大声点，就我们被拦。那个字啊，才超小的，我都看半天。什么点副餐到底点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但是字超小的，我这咪看字。看你居然打雷射了，不打吗？情侣啊，也没有情侣，只有多钱，打一档冲掉就对了，那个妈打一档冲掉，看我刚刚那些打到都会打到够退路了，至少买到肯德基，就怕他们闯红灯而已。肯德基游戏啊，但泰国都没有那么，那普吉岛因观光地带在。可他们那边也超乱，交通他乱到爆炸。重点是打不打得过他们？对，他们人多也没办法。泰国人是可以私有持枪吗？走一个。对啊，因为枪拿出来干，就下车了。还好刚刚那边警察赚多，不然干、超可怕的。很久没有放这种音乐，这也不是我放的。他们晚上还是很热闹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是治安的问题了。他们环境真的很脏乱，我觉得不收，他们没有垃圾车那样收而已啦。那个每个欧洲大城市也都这样啊，晚上的垃圾都马上堆在路边。在台湾北南，把那个路边垃圾全部收起来，蛮白痴。那不然怕人家丢，你就干，你就不要，放那种东西，然后就真的全部拔掉了。你觉得我要左转吗？好像一定得左转。左转右转吗？好，右转啊！看还不会绕路。看，可以绕啊。对啊，就是要装进去。你要我们去那个去被领检吗？啊，所以就直走啊。如果这条路平行的话，对，基本上没问题啊。对啊，看起来是平行啊。但前面感觉是贫民窟。应该不会拦我们吧？因为他已经拦很多人。不对啦，那个是道路救援。因为那个啊，那是拖车啊，撞烂了。不好意思。那白车撞烂了。继续。我后面是在停了一台原地车啊。对啊。前面有一台警车。